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貼盤女神 Doris。 今天我就帶大家看看愉景新城一個中小尺寸的三房套單位，即刻去片吧。這個單位呢，戶主剛剛就裝修完畢，所以呢就遺留了有些工具在這裡。不過不要緊，我們最主要呢都是看內容的。入到門口的左手邊呢就是一個梗廚房，這個廚房呢都相當寬闊過，走到兩至三個人一起去備餐。咁再睇下呢個鑽石型嘅大廳先，客飯廳分明，而且有對流窗啦。咁望到景觀咧都相當之開揚，係向北為主嘅。咁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愉景新城咧就是一個大型嘅商場啦，樓上有12座物業。咁咧廿零年樓齡，呢個單位咧都保養得唔錯噶啦，叫做。交通方面呢，只要行條有蓋的天橋連接商場，就已經去到荃灣地鐵站。咁當然啦，樓下都仲有一個交通總會，接駁去港島區啊、九龍區的巴士都有嘅。會所設施咧好多元化嘅喎，包括有網球場啦、壁球場、羽毛球場、乒乓波、按摩椅、健身室，更加有閱讀室同埋室外嘅兒童遊樂場等等噶。咁有興趣大家一定要揾翻我貼盤女神 Doris 啦，多謝大家。